丽丽还给他跑了，抢二连，直接跳，这儿有一铁树，跳下来刷一层盾，伤害不够，要赶紧叫小鹏来救自己了，他三级，这不会不会死啊？晕住，踩脚下踩的不错，丽丽 Q 伤害差一点，反而是三六九这边可能要扛打扛死了。哇，这波上路，哎，这下路应该是去河道多视野吗？二连，小猪这边血量很低，直接是玉铁树跳回来。Jack 也是给上了一个治疗，鬼神在对拼，小胖的爆炸火花又好了，进了其实。但这一波的话，上路依然还是打得很凶。哎呦，要单杀了吗？两个一个往前给，交闪躲 Q， 哇，有点大意了。是的。你他觉得可能这一波打野就不会在上半区了，我单线面对你，但是没想到被击杀了。主要三六九这个两段一整好。都是往前移的情况下，在领先多一个老牛的情况下，看一下 TT 有没有机会。交完惩戒，卡特人跑得很快，大头这个第四刺的有点太刺了吧？三六九开大招，丽丽直接是叶兰瑶睡到两个人，小鹏交完闪现，最后被卡萨跟闪拿到自己的。哎，小鹏这波还没死，反而是三六九先倒了，我还以为小鹏这波要被卡萨直接带走了，这人跳下来 W 直接坐住小鹏，小鹏最终是被奈特收掉这条人头，而且最后 T 也走不掉。再来看一下，本来一上来打起来 ，Team 的支援速度是更快的，所以正面 TT 是多一个人的。哇，这都没死，这不抬起来了吗？这个血量 ，OK 了，后续进场给了一个大招也比较关键吧。嗯。但是因为辅助都到场的一个情况下，上半区持续作战的一个能力可以别打了。对，现在主要上路领先 TP。哎，下路小鹏过来了，但是有点不敢先手，先手了。哇，但 TT 这边的人明显是更少的。瑞尔这边跳上去大招直接 E， 想要卖自己，同时留人。牛头这边也被留住，一来要睡，只睡到了一个开大的牛。牛这边可能要死，直接是鳄鱼 T 上拿到这个人头。而且萨拉芬尼这位置已经换到下，但萨拉芬尼现在因为起风币就换了虚弱，所以没有 TP 减速惩戒，想开瑞尔，瑞尔这边本身吸到了野捕，奥拉夫大招交上，卢仙的伤害实在太高了，狂风之力还捏在手里，一加狂风之力直接秒杀奥拉夫，正面莉莉亚一个 Q 啊，再睡到下路组合，小炮交出一个闪现之后，身边有一个果子，牛头闪现，瑞尔闪现点果子把牛头点下来，侧面的小炮还在被追击，卡萨一个金黄木没有敲到，但后面有一个挺进的鳄鱼过来，直接拿到小炮人头，再一个流窝种肿到了对面的车厘子。车厘子脚下踩 Q， 但依然被鳄鱼拿到双杀。装备包括上半区吧，鳄鱼钻有力也很强了。再看一下，这波真的就是卓无脑开，因为知道自家 C 位都已经赶到了。金克斯虽然回家补了波装备，但是这一波其实也到正面来了。而且鳄鱼绕了一个大后，直接从对方的蓝 buff 野区绕过来，挺进穿出。你说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个这。满怒大鳄，将近这个满怒的大鳄鱼过来，你真的想再打鳄鱼下去，鳄鱼大招已经好了，鳄鱼这位置现在有个半怒挺进减速到小鹏，双翼留住鳄鱼位置，这边大招还在柄，小戳进去把小鹏再留住，小鹏这个大招开的稍微有点晚吧，被鳄鱼直接大招烫死，双 TP 落下来之后，虫子只能仓皇交出闪现，推拉也是落地直接有交闪。嗯，下面鳄鱼已经把推拉逼到高地上面了，这位置推拉还是要被鳄鱼打一套，还好鳄鱼这边 W 已经交过了，想推二塔，小戳这边 W 啊上去直接留住一个交大。牛头这边助力俩的被动，但是力俩并没有大招出了，小周这边感觉有点冒进，直接被爆炸火花带走，萨勒芬尼一个大招没活到了，上野两个人这么会是 TT 的机会吗？鳄鱼开大招两段窜进之后 W 命中推了，后面有超级机死人飞弹补上一段伤害，鳄鱼这边挺进之后反被奥拉夫挺进留住，一个红度 Q 花了不少的血量之后，奥拉夫开大招过来强换鳄鱼，鳄鱼两段一好灵活，而且侧面也是摇到了推了，推了原地开出一个必死秒表，这波差你明明赌上了一切，但是那个人就差一点点血量。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回放，小哲跳进去之后的这个位置被牛头和大的分析的反手限制到了。小卓也是意识到了大虫子并不能赶过来啊，所以直接选择正面五打四去开团，但是自己有点冒失。
球真就差一丝，心态出问题了呀。是的，正面这个金身起来的话，也没有队友能够帮他了。哎，又来了，鳄鱼这位置直接留住推拉，后面有牛头来救 ，AW 留住推拉这边被牛头保了下来，反身两端一留住，但是 TOP 的队友也来了，这个大鱼还在往前窜，来回来去的横冲直撞之后，这位置对方目前没视野，不会没反应过来吧？哇，那这龙没了，现在反应过来了，但是龙已经被打掉了。蓝色视频一照，大龙已经应声倒下，将二没有强开，这波还是在野区的机会。哎，这个位置什么情况？突然间起了一丝杀心，高情商，他想找机会。是的，好吧。那这样三 B 白给这个塔直接没了，而且现在在此有一波的危险，金克斯已经是两炮与斧头直接打晕，挺进加上 W 鳄鱼直接白给了，被虫子吃掉了。三六九这波没有想到对方斩杀线有点高，这大招没开出来，抬起来两段一，但是这边小猪开得很好，吸到三个人之后，吉克斯的伤害很高，甚至有点扛不住，后面一个开大招的 T 感觉也很脆啊。这个时候莉莉亚一个 Q 过来，并没有夜蓝瑶，剩下一个流窝种被 T 走位扭开，路中会有超级冰，上来两路只要带一下冰线。这个虫子卢仙现在也有一个巨人杀手的特效的，一上来 Q 一下，虫子很聪明，绕视野被狂风之力扫脸上了，圣枪洗礼走位扭 Q， 对面人全来找他了，这波是要拿奈特的人头，让奈特这边先杀一个回身 E， 三 D 直接狂风剑啊，1000块入袋。哇，这个位置三六九蹲得很好啊，没有人发现，视野已经看到了，三六九开大招先蓄一下自己的怒气 E， 两段 E 一个挺进 W 晕到了开大招的奥拉夫，有点尴尬，回身一个大招魅惑到了鳄鱼，但小卓马上跟上一个 W 啊，加一技能最后一个破阵直接 Q 死了推了，而且正面在金克斯疯狂无情的追击下，滔搏众将直接是乘胜追击，鳄鱼再闪现加一技能挺进破坏者，留住三 D， 三 D 这边火箭跳跃一段之后，鳄鱼这边第二段一交上去， W 是被小炮刷新好的火箭跳跃直接跳开了，但这个时候复活的守则也表示我要入境，是的，参与正面的推进，推基地我也要来，是的。那门牙塔怎么说，鳄鱼再E上去 W 晕住，瑞尔这边直接是御铁树跳上去，奈特甚至是越过车厘子先击杀了在水泉边上的 3D。 那这样我们恭喜滔博吧，第一局其实没有太大的悬念啊。